缤纷彩虹的元宝水饺，内馅饱满，真的很好吃哎！太嘎吼，矮黑美森，今天要来推荐在台南水饺界非常有名的三角两顿哦。水饺都是新鲜纯手工包裹，使用天然蔬果制作的彩色面皮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安心的享用。我第一次看到水饺的包装这么用心的，高丽菜、韭菜、鲜虾、辣味，彩色的古早味馄饨和水饺非常的精彩，每一种都很好吃。梅森自己就是他们家的粉丝哦，他们的水饺皮厚度刚刚好，还可以咬到面皮的 Q 和香味，是我最喜欢的表现。而且每一颗都有汤汁哎，猪肉和蔬菜的比例非常刚好，真的非常的美味。你们看这真材实料的断面秀，这个小阿姨真的很厉害耶！搭配着他们家特制的小阿姨手工辣椒酱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很值得你们囤货。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肚子饿的时候就吃它吧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直接到他们的粉专官网下订。如果你爱上了，不用谢我。